完了，全他妈完了，当场倒闭。老板说这个号老王一定估不准，我自己都看不懂就给买了。取出远古女拔蛇卵号，梦幻新区挑战神兽乐园，领取红孩儿。梦幻虚构服务器的最后的三个资源，兄弟们，咱们用排除法，不要大象，不要猴子啊，不要大象，不要猴子，不要白泽啊，不要人参娃娃啊，不要超级大鹏啊，三二一。在神兽乐园的任意位置使用此物，认真感应，便与神兽缔结主从的关系啊！咱们把鲲鹏先收起来，太高调了，给别的神兽有血脉压制。来，猴孩，似乎有些紧张啊，用20+4降低他的戒心。哎，超级神鼠不亏吧？我看老三用超级神鼠用的那叫一把起飞啊！来搜一搜啊，无与伦比梦幻西游的超级神斧啊，好像还行。超级红孩又出现了，稀稀碎碎20+2，哦，津津有味儿。超级神猪啊，吃包子可以增加伤害。哎，你别说啊，虽然没给好的，但是拉的吧不是那么拉，这个叫超级神猪。超级神猪最便宜3600啊！我呸！兄弟们，他说神兽停止了动作，我这个时候要是直接下线，他还会给我红孩儿，不是还会给我神兽吗？红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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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妈了个巴子！人家老板从来就没带过这种类型的神兽，刚才让你他妈猴哥猴哥，你他妈整了一个老猴哥啊！这是猴哥的手下小猴哥，完了，全他妈完了，当场倒闭了。129的龙宫，兄弟们，又是一个满修十段的血号。现在买号的人啊，只买贵的，因为他知道号是下降阶段，越贵的号性价比就越高。哎呀我去，还有护盾蛇卵，护盾蛇卵啊，兄弟们，护盾蛇卵咋赚钱呀？现在这门派都灭门了，我就想知道你在什么情况下能他妈召唤出8条幻魔。你 PK 吧，女娃木不行，任务的话用不上幻魔，这个取号还没取出我就已经揪白旗了啊！老板说这个号老王一定估不准，我自己都看不懂就给买了。对呀、啊，关键这宝宝有的特别高端的凝光炼彩的宝宝，很多人他其实不是当蛇卵的，去当血宠啊。但是这种89技能的就似乎不知道该干嘛了。女娃木是什么时候拉的？力劈普及了拉的。蛇什么6回合 CD 神又不能超过一次，然后再加上各种系数的削减啊，当然最根本的还是因为魔王有了无穷大，神木林有了侵蚀，人修加宠修2100-6400开始上了，兄弟们，这个取号老板说我一定估不准啊，6400强壮神速的话再加上一个2000，师门技能的话加上一个500，这个129级通天牌面号秒7大龙宫必然得有7单吧？啊，对对对，5单我说错了，7单是159 ，sorry， 玩的。飞天猪猪麒麟300了，300再加上一个200，500啊，700、900、1000，限量的话加1000，三个拓展就算了。浪淘沙以前1800，现在900啊，染色衣服的话300，帽子的话150，泳圈500，妈男的戴泳圈你个娘号。这个号在巅峰的时候应该是打过 PK， 要么不会那么多蛇卵。10段的长眉灵猴套1000来块钱，腰带10段的啊，1000出头，鞋子10段的1000出头，3件装备的话卖个3600块钱啊，套装10段宝石，有10段黑，有10段月亮，武器的话585，再减去10段宝石，这把武器你看不出来是不是专用的？这把武器，兄弟们，我说一个价，你们看高了还是低了啊？如果不是专用的话，1800块钱高了低了啊？低了啊，兄弟们说低了，那差不多啊，不低没事，因为现在的价格就这种情况。哎呦，我又来了一个298。298比130减一极限灵力还高了一点，而且今年的龙宫还必然归来。兄弟们，这个项链给他加多少钱？我们以前取过一次啊，加5000块钱，就这种啊，跟减一项链算的5000块钱，结果取号他妈又差了5000、7000的，加个10000行不行？兄弟们，这个项链啊，237比199的灵防御高了，实在是太多。熔炼以后是244防，是真高，双加40长眉灵猴，这衣服啊2000多肯定有的。零是双防御格挡啊，菜，零是双气血一格挡，菜，两个零是400块啊，双法术伤害一结果1000，耳饰还是法防的，啥玩意儿啊，800，装备这么强，零是这么矬，
这只须弥奔雷的顺滑百分百，这宝宝1800低不低？1800高不高？机关鸟五内丹啊，129级能携带五内丹，先算它个1800。这蛇卵咋算，兄弟们？来，蛇卵的价格来开始了，一个两个啊，有个蛇卵还带龙魂呢。这蛇卵多少钱一个，兄弟们？一脸懵逼。兄弟们买这么多好东西，蛇卵虽然有急冒用，但是毕竟是有特殊的，兄弟们，这个技能是特殊的，你要知道。而且这个龙魂当年在蛇卵上用的时候，龙魂20000块钱一本，兄弟们，20000块钱一本。好了，兄弟们，我们正在播的是一个取号的资源，一个连卖家啊和老王都不知道应该多少钱的号，因为这个号里带了8只，当时造价很高，但是现在却没有太多用武之地的啊护盾蛇卵。就当时服战号也就是8条护盾蛇卵啊，来，不算蛇卵37000，看算上蛇卵多少钱买的，3月31号上架。我去，这是昨天过了12点，这个号要是40000块钱买的，什么版本也得去玩蛇卵子啊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龙魂在当年女拔木的版本，一本龙魂17000到25000啊，我印象挺深的。然后当时力劈18，神马最高的时候40啊，30多后来。哎呦，还有双法暴击伤害的伤害为戒指，双法暴击法术伤害结果啊，长眉灵猴。这卖家卖蛇卵，卖家和买家现在都是一脸懵逼。